各位朋友，在互联网时代，原来有句老话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是吧？现在呢，你就越来越这个体会到啊，古人的智慧用到现在，是不是？那也是金玉良言呢、啊。这是朱小龙，南方日报的记者朱小龙，就是因为这个议论全红婵，恶意的说人家疯疯癫癫，以后呢不会跳水，像个白痴一样，是吧？你当记者你能当一辈子吗？除了当记者以外，你别的你不还像个白痴一样吗？好多网友怼他，说你在你的领域里边你做到世界第一了吗？啊，是吧？当然了，也有一些独轮运啊，也有一些脑残独轮运说，那中国的奥运会冠军还有好多那么上街卖艺的呢，那毕竟是他由于自个儿性格的问题，知道吧？你像中国的这些奥运冠军，哪一个不是说保送某个大学呀，对吧？都是一流的大学保送，你要是稍微有点智商，有点脑子，有点情商的，能差得了吗？是吧？所以说这个朱小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南方日报都出来道歉了啊，他愣没出来自己出来道歉啊。而且呢，中国的一群公知啊，包括什么复旦的教授啊，还有一些什么人权律师出来还力挺他，哎，这回可好，这中国网友越挖越深了啊。有的中国网友说，这朱小龙的父母是日本人，我这不可能啊。好多粉丝也问我，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对吧？他父母是日本人，他怎么可能解决中国国籍问题呢？对吧？再一个就是说，他什么老婆孩子美国人，不是啊，没，他说实在还没到那个财富量啊。朱小龙老婆孩子也不是这个美国籍啊，好吧，这是，但是啊，他是个公知是定了，各位啊，他过往的一些言论都给扒了出来，而且在奥运期间竟然为美国的那个运动员紫脸啊疑似兴奋剂事件来进行辩解。我们先看看当时啊他评价全红婵的这个全过程啊。全红婵之前是个小孩嘛，他一直都不是很善于表达自己。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呢，就是在面对一些采访啊，包括怎么样，虽然他在那个场外别人拍的视频里边，比如说在奥运村里边疯疯癫癫的给人家德国的运动员展示金牌啊什么的，或者是跟这个谷爱凌啊，因为在发奖那个跟谷爱凌有一些互动嘛，还是一些小孩心性啊，还是一些比如说还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些举动，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这种应对啊各方面自在了很多，说得好，好了很多，就不会，就觉得他还是，我就比较欣慰吧，觉得还是成长了。因为之前他跟去年在跟这个杭州亚运会上面，他跟陈芋汐嘛也是两个人，当时的时候我感觉他的表达都还不是很那个什么，当然我觉得就有当时就引发了一些争论的，有一些浙江的一些这个就说你全红婵你为什么不说，你老在那儿顶着在陈芋汐后边，你都让陈芋汐说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当时就出现了一些这种杂音或怎么样的。其实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网友嘛，网友一会儿就说了又有粉圈了，是不是？那个全红婵之前不就有人不是在那大喊大叫吗，说为给他打低了，这个不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后来又说了一次这个粉圈什么的嘛，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跟全红婵有关系的。就发现他这一年啊，他真的成长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来说啊，全红婵他长大了。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很完整。我觉得就是说他还小啊，就是很多表达呀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感触很深啊。因为以前的话他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从来不否认他是最优秀的运动员，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还小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他应对很多事情不是很得体，或者是说他因为他也不是很爱学习，你知道吗？他这个
小孩嘛，不是很爱学习，但现在他也去学英语了哦，现在全红婵也开始去学英语了，他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在国际赛场上要跟一些人交流啊，我觉得就是很好，就说明这个不光是这个说你要把这个跳水跳好，你作为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你长大了或者是怎么样以后，那你不可能跳一辈子水吧？你不跳水以后，你像一个白痴一样能行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很高兴看到陈红婵的成长，这是在金牌之外，我觉得最高兴的事情。好多网友说，这位朱小龙也不全都是恶意，对吗？没说他全是恶意，但是呢，朱小龙这个爹味儿十足，好为人师，那就引起了中国网友的普遍的这种反感，说你在你的领域里，是吧？你在记者领域里，你有什么成就啊？你说人家全红婵，你哪来的这个脸去说人家全红婵呢？结果呢，这个事儿呢，这个朱小龙他呢有一些公知的这些大 V 出来替他说话，这下把中国网友又给惹急了啊！然后呢就开始深扒，这一深扒，哎，可了不得了！这个朱小龙啊，感情啊，这家伙也是个美国远程养殖的这种公知。你知道吗？啊，然后呢，有人就扒出来了，说这个朱小龙，他叫艾婉嘛，他的名字叫艾婉嘛。8月5号的时候还为美国紫脸辩护了，说这个稿子是很难写的，因为人家的尿检没有问题，把答案留给时间吧。啊，说紫脸和用药有没有关系呀？是吧？说因为剧烈运动脸部充血呀，还是怎么地呀？那剧烈运动。那亚裔运动员到了美国，那就紫脸儿；人家中国运动员剧烈运动，潘展乐咋不紫脸呢？那你看了没？所以把这个朱小龙的公知的啊，美国远程养殖的老底儿给揭了，知道吧？所以这一下，这个就够呛了，是吧？这个朱小龙这一下，然后心虚嘛，被大家骂化了嘛，赶快把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给注销了，那自己赶快给注销了，注销了也晚了呀，是吧？南方日报，那肯定要严肃处理啊，记者恐怕是当不成了吧？啊，最起码，这个朱小龙，这南方日报再也不敢派他出国了。你们想吧，对吧？谁还敢派他出国？那估计这工作也就丢了吧？啊，是不是？今天又传来的消息。啊，中国的网友那就更加的扬眉吐气了啊！为啥呢？习近平接见了全红婵啊，奥运健儿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代表团成员中间，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还特别啊，跟婵宝多说两句，说这真是天才的跳水少女啊，一点水花都不带没有的。和潘展乐握手啊，跟潘展乐鼓励潘展乐，看见了吗，各位？想同大家见面，在巴黎奥运会上啊，你们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负使命，取得了我国参加夏季奥运会境外参赛历史的最好的成绩，实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欢迎你们凯旋，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并诚挚慰问，并向全国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你看看最后合影的时候，中国的网友啊，这个产宝那是妥妥的站在习近平旁边，那是 C 位呀，看见了吗？啊，妥妥的 C 位呀，那产宝就站在习近平旁边和王沪宁中间，看见了没有？妥妥的 C 位啊。好多的中国网友啊又开始挖坟了，说你看看全红婵那个位置，南方的那个某某记者会不会觉得自己疯疯癫癫的了，他一辈子都不会占据那个位置啊。那朱小龙肯定在家里边为自己的那通厥词那肯定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在家里边咣咣撞墙的吧，自己是疯疯癫癫了。各位，两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